一会儿。今天就给老婆补充点 VC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！完了，是不是被发现了？呀，今儿自己就来了，都不用叫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那啥，那土豆丝儿还有那黄瓜丝儿，我忘拿了，你去拿一下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去拿一下呀！去去，快快快，快去快去！去呀！烦死了！哼、啊！一会逗逗他。经理，放了点黄瓜丝儿、土豆丝儿、豆芽，再两来上两根洋葱，一卷。哇，这丝几不会卷呀？太好吃了吧！哎呦我的妈！好吃吗？嗯，我不嫌弃。瞅你那嘚瑟样！哎呀！嗯。再来点汤，喝。看我先给你打个样。肯定趁我出去给我换了。等等，闻着你这个香，你这个肯定好喝。一样的。哎，你这个调料肯定一样。一样。上钩了吧？啊！加满。今天给老公个惊喜，希望老公以后不和我抢好吃的了。还想背着我长鸡腿，这些都得是我的。再加俩菜。鸡腿呢？就你这样的行，今天就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你啥也别想吃到。今天就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别笑。这盘小鸡腿你也别想吃了。太好吃了吧。这鸡蛋也不给你留了。把盘子先收起来。这个鸡腿也不能给你留。先藏起来，看你一会表现。吃面条得先拌上点辣酱。这面条拌上辣酱真香，我得快点吃，要不一会老公过来了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
正好，要不然这些还不知道放哪里。干啥呢？还不来吃饭？快点儿！来了来了，来选一个。我就选我跟前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选了就不能换了？快吃吧你。先选的后吃，那我先吃了啊。我鸡腿呢？我看一下是不是在你里面。你是大傻子吧你？我鸡腿是不是你拿了？你鸡腿怎么可能在我里面？没有吗？没有。这要是被老婆发现了，我免不了一顿胖揍，吓我一跳。你就护着吧，我先把我盘里的肉吃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呀，你那边点儿。你看你胳膊，你有毛病，毛病吧你？哎呦我的妈！给你加点料。你怎么不自己吃？我得让他多吃点。你得多放点辣酱，拌面条。人家这小辣酱多好吃啊！拌面条更香。哎呀，姐妹们，就我们吃的这块下饭辣酱，你们还有没拍的吗？收到货的姐妹都说好吃。咱家这块辣酱，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属于那种鲜辣的。你只要是能吃辣的，都是可以吃的。咱平时你在家里面，你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或者是咱们吃肉的时候，你来上点。当个调料都非常不错，很百搭的。看这小易拉罐，这一罐呢是80克的。现在你点开我这个链接，你看一下，19.9块直接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。这还不算，再多给大家送这样的试吃10包。喜欢吃辣酱的姐妹们，你点开那个链接，赶紧去多囤点。还护着，还不赶紧吃？你管我吃饱了，你跟他走吧你。一会儿我走，一会儿你把这个收拾了。哎，快走，快走吧你。打你嘴！炸！都是骨头，面条没有。哥，懵了吧？哦，今天给他来个瞒天过海。有。你别笑，我吃饭呢。来了来了。选一个吧。又选？快点儿。我选你面前的，肯定是好吃的这个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来，等一下，我把你打开。给你欠的。呀，这么多鸡蛋。你应该不吃鸡蛋吧？给你，就吃这个。这里面藏的啥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嗯。哎，我筷子呢？我哪知道你筷子在哪儿？给我，你自己去拿。哎，算了。有。果然被我猜到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每次都是你吃独食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下我的厉害。嗯，有。哎，老公，桌上有的给你准备好吃的，你去拿一下。你去。啊，难受。肉。对。快去，快去。别动，别动我的啊！你吃你的。别动，别动啊！哎呀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太好吃了吧。我再放好，别被他发现。
真香。这么好吃的辣酱也不给你留了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这辣酱拌面条确实好吃，怪不得他每次都抢。趁他不在，我得赶紧吃。哎呀，你厨房啥也没有，就一箱这个。你不喜欢吃啊？你不喜欢吃，我给老铁了。来，宝子们，咱家这款香菇辣酱还有没拍的吗？收到货的宝子们都说好吃。咱家这款香菇辣酱呢，它属于那种香辣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，而且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而成的。你在家里面，不管是拌个面条啊，拌个米饭呐、啊，蘸个肉啊，拌个调料啊，或者是裹个馒头，都非常好吃。趁现在有活动，宝子们点这里19.9元，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，而且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这个小盖子和小勺子，就是你吃不完的话呢，你直接用这个盖子把它盖起来，非常方便。喜欢吃辣酱的宝子们，赶紧囤起来吧。还好我留了一手。你吃饱了吗？我吃饱了。好，吃吧。吃饱了别跟我抢啊。不跟你抢。我鸡腿呢？哇，五彩扣肉，这是我的，我吃这个。你那个有鸡蛋，你给我，我吃这个。今天可算是吃上肉了。这么点没菜，肉呢？肉在下面呢。在下面。什么情况？媳妇故意拖着我，又想套路我，你不把我放眼里。我也要吃这个吗？我还吃我汤面吧，还是我这汤面配鸡蛋得劲。你别笑。等我来呗啊。你喝多少啊？这豆浆还挺好喝，这里边还有银耳啊，这是？对，有银耳，还有燕窝呢。家人们，就是我们喝的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，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，里面只有燕窝银耳还有豆浆。它这一包呢是200克的，里面有这样的10小包，每一包都是一个独立包装，又方便又卫生。现在呢，你点开我这个链接，你看一下，它厂家来活动了，19.9元直接给大家发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而且还送大家这个摇摇杯，太合适了。咱们早上你没时间做饭的话，你就来上一杯，用80度左右的热水一冲，特别方便。吃饱了？吃饱了？你干嘛喝我的？什么都没有，还小人家扣分800遍，他也没东西啊！我让你看看我里面有没有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我来一个，我来一个啊！说好了自己吃自己的，我这个你别动。嗯。今天我就要以麒麟之道还这麒麟之身。哎呦我的妈！
今天还挺沉得住气啊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这米饭还得是用辣酱拌啊。来，我吃你点辣椒酱，我菜给你吃。你别给你台阶，你不笑啊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，等下有你好看的。还得是咱家辣酱拌米饭，太香了。嗯，太好吃了吧。来来来，吃口菜，吃一口。好吃吧？你也来一个蛋挞吧，来。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像他的风格啊。得想办法让他把芥末吃了。把那罐辣酱给我打开。在那放着干嘛呀？你就等着一会儿吃芥末吧。还得是咱家辣酱，吃米饭不放点辣酱都感觉少点啥。看里面满满的香油丁，加上蒜蓉，没有那么齁咸。热乎乎的小馒头拌个米饭特别香，而且现在有活动，这一罐呢就是80克，19.9给大家发10罐，满满的800克。下单的宝子们还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吃完把它盖起来特别方便。点这里多囤点。老公，您吃一个吧。尝一尝我烤的这蛋挞，来来来。哎呀。啊，你咋了？好吃吗这蛋挞？哦，你别吃了。说好了自己吃自己的，我这个你别动。嗯，今天我就要以麒麟之道还这麒麟之身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还挺沉得住气呀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米饭还得是用辣酱拌啊。来，我吃你点辣椒酱，我菜给你吃。你别给你台阶，你不笑啊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，等下有你好看的。还得是咱家辣酱拌米饭，太香了。嗯，太好吃了吧。来来来，吃口菜，吃一口。好吃吧？你也来一个蛋挞吧，来。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像他的风格啊。得想办法让他把芥末吃了。
把那罐辣酱给我打开。在那放着干嘛呀？你就等着一会儿吃芥末吧。还得是咱家辣酱，吃米饭不放点辣酱都感觉少点啥。老公，您吃一个吧，尝一尝我烤的这蛋挞。来来来。哎呀。啊，你咋了？好吃吗这蛋挞？哦。看什么看，说好了自己吃自己的。嗯，今天我就要以麒麟之道还这麒麟之身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还挺沉得住气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米饭还得是用辣酱拌啊。哎，我吃你点辣椒酱，然后我这菜给你吃。我告诉你，别给你台阶你不下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，等下有你好看的。哎呀，嗯，吃米饭还得是咱家辣酱。淡着呢，真的太香了。哎，吃菜呀、啊！太好吃了吧！来，尝尝我拌的这凉菜，张嘴。老公，给你吃个蛋挞吧，尝一尝。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像他的风格啊。得想办法让他把芥末吃了。把那一罐也打开呀，放着干嘛呀？都没了。你就等着一会儿吃芥末吧。吃米饭真的还得是咱家辣酱，拌米饭太香了。给我。来，老公，尝一尝我烤的这个蛋挞。我们准。尝一口。慢点吃，好吃啊！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嗯，趁着媳妇没来，赶快给她加点料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老公，这是么啊？好心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芥末太呛人了。给我，我吃。老公，这是又要吃独食的节奏啊！来了，嗯。好好，行行行。可以了。太过分了，你给我瞪着。这个黑芝麻喝到桑葚粉，喝起来浓浓芝麻香味，怪不得媳妇天天都喝。香啊。想个办法子开它。哎呀，这个钱掉了！钱哪儿了？哎，地上呢！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
好喝吗？这个黑芝麻糊？好喝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，它真的是软糯香甜，太好喝了。它这个盖子打开以后呢，里面这个粉特别细，而且有一股浓浓的黑芝麻味，家里老人呢小孩呢都可以安排上。它的配料表还特别干净，只有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、核桃还有桑葚。之前呢29.9元给大家发三桶，现在厂家有活动，直接19.9元给大家发三桶，而且还送同样的杯勺，这一桶呢就是500克的，有喜欢喝的点这里赶紧去下单。媳妇儿咋还不吃呢？嫁妆迟到芥末，怎么这么辣？你是不是给我放芥末了？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，有这么辣吗？太辣了，太辣了！没有啊。哎呀，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自作自受，还有更惊喜的呢！有人。给我！你干嘛？给！你都知道我是啥呀？你这么胖了，你还吃？那我不吃，我也饿呀。看不见就不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这鸡腿真香啊！这几十个饺子也就够我塞牙缝了。腊八蒜，酸酸甜甜的，太好吃了。姐妹们，就是我们吃的这个腊八蒜，它是用山东紫皮大蒜和酿造食用米醋自然腌制而成的，拒绝那些工业合成，老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。吃起来呢，它是酸甜口的。现在厂家活动来了，你点这里拍9.9元，直接给大家发三包，这一包呢就是250克的。你收到货以后，咱们在家里搭配个饺子、包子，你吃肉的时候来上点解腻下饭。喜欢吃腊八蒜的，赶紧去下单吧。什么这么香？嗯，那么香啊，俺这大鸡腿呀！打他！老子！对，来老公，今天我吃一盘，你吃四盘。等一下还有吗？不抢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还是给媳妇留点吧。就给我这么几个。老公每次吃饭怎么都这样呢？少吃点吧，都那么胖了。天天的能气死人。一会得想个办法揍他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
你别笑。这就对了，太好吃了。真香。咱家这辣酱怎么样？好吃。来，再给我点。姐妹们，他们吃的这块香菇辣酱，你们都拍了吗？收到货的姐妹都已经开始回购了。它是用香菇丁和鲜辣椒大火炒制而成的，而且属于那种香辣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咱平时在家里面蘸个饺子，蘸个包子，或是你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还有就是当个调料，炒个肉啊，炒个菜呀、啊，蘸个肉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一罐呢就是80克的，现在点这里19.9给大家发10罐，而且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你吃不完用这个小盖子把它盖起来，特别方便。喜欢吃辣酱的宝子们点这里多吞点。跟老公吃饭不留一手真不行。嗯。